之前有媒体拍到郭碧婷在公园里遛娃的片段，当日郭碧婷身穿黑色 T 恤搭配一件桃粉色吊带连衣裙，公园里人很多，小奶黄东张西望，好奇心满满，一会儿将头转向这边，一会儿又看向那一边，肉嘟嘟的看起来超可爱。郭碧婷怀抱女儿轻拍后背，互动非常有爱，大概是孩子体重日渐增长，郭碧婷不时变换着抱她的姿势，尽量将小朋友抱紧，在她身后保姆和助理也紧紧跟随，之后郭碧婷蹲下来休息了一会儿，又抱起小朋友来到路边，随后一行人乘车离开。郭碧婷这次带娃外出依旧是很休闲的穿搭，黑色半袖搭配桃粉色宽松吊带连衣裙，看起来特别舒适。郭碧婷把长发扎起来方便带娃，女儿则穿着浅粉色婴儿连体服，被妈妈抱着很活泼调皮。郭碧婷抱着女儿走，风吹过郭碧婷腹部看起来有些微微凸起，被网友猜测这是怀二胎了吗？不得不说郭碧婷身材还没有恢复太好，小肚子非常明显，所以才被猜怀二胎。喜欢就点